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又要给多肉浇水了哈。因为我发现我前几天给多肉浇水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喷雾式的，多肉只是叶片有水，底下的都没用水啊，很干，太干了，太干了对多肉的生长不好。特别我这楼顶风又大，刚才风非常大，今天要慢慢的浇啊。我还是用这种模式，我能够把叶片上的一些脏的东西冲洗掉啊。用这个模式吧，这个模式也可以冲掉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时候多肉真的变很漂亮啊！这边这个，哇，网鞋网鞋在这里，哇，这个冰粉，这个冰粉，这个旁边的这一株是胡罗瑞安娜，雨滴，这一株是两头的，好像是什么？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今天要给大家浇浇足水啊！底下它，冲走了，水也冲走了，就浇足水，那个虫都冲走了，完蛋。很漂亮了哈，你可以对着对镜拍一下，我这个蓝色惊喜呀，叶片漂亮啊，你看一下，糖印全红了啊，这几株，哇，这几株奇罗，哇，水浇下哈更美了，给好像给他们化妆了，看看吉娃娃，大家看一下。吉娃娃，给它冲一下啊，漂亮极了。太干了，太干了啊！风又大，然后天气又下午啊，温度太阳也很大。你没给它水啊，它就长得不灵动。我看一下我这个火鸡，这个叫什么火鸡呀？红彤彤的。今天不能用那个喷雾的啊，就是每一盆都要给它浇水的。那种喷雾式的浇水就是只是给它叶面喷那个水呀，底下的那个土都没干。大家看一下秋丽，秋丽。10块钱的秋丽，美不美？美不美？10块钱的啊，这个是鹿角海棠，你看，都没水，都是干的。那两盆，一个就是春萌，我本来好几盆春萌啊，都被朋友拿走了啊。还是挺好看的，春萌可以摆在室内的嘛，然后都给他们拿走了，小小的、小萌萌的小可爱，也都拿走了。就是浇的时候这样的水要停留一会儿啊，要不那个盆面只是盆面湿了，底下都没湿。有的朋友就是用那个浸盆啊，我没有啊，我这么多也没办法浸啊。那个水浇一下的多肉真的很美啊，每一盆都美极了。我觉得今年的福州的天地还比较给力啊，对我楼顶的多肉还是非常给力的。哇，这宝丽安娜美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迪叶的，哇，雨滴，大家说我雨滴美猪状态，现在出了啊，你看一下，但是叶子还是有点绿的，牛牛啊，非常的大。哇，那边的虎金，哇，那边的漂亮了啊！哇，这株啊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这株，我没买呀，我坚决没买。就是龙小姐直播间卖的78的，我坚决没买，我自己不懂买多少，
前哇，我这个，你看一下，虽然现在不怎么美呀，但是它的那个叶片小小的，我也控制，这一头就非常漂亮。哇，这些头就变成老庄的样子了。但是这个头多大，你看看，我也不懂它为什么会长到这样子的，下面都是它自己爆出来的头啊。我觉得有点感觉像它那样子的，所以说我都没买。我就觉得这个很会长，拼命的长啊！来看一下，长到这样子了。哎，安思露啊，也变颜色了啊，果冻色了，安思露果冻色出来了。我这里面有五盆的安思露，本来这一盆应该是那个老庄的多头的哈、啊，你看这里啊、哦，那个这个叫紫罗兰女王，哇，红到假的感觉了哈、啊，红到变假了，哇，真的很美啊！你看，弗兰克杂。美到了这一盆，美到了极致。那朱砂痣，大家看一下朱砂痣，小小的朱砂痣在这里，朱砂痣，嗯。大家看一下你的土啊，我这样水浇进去，它剪下就会渗透下去了啊。如果你水渗透不下去就不行了。哇，红宝石，过来看红宝石。哇、哦，红宝石，红宝石，来看一下红宝石红了吧？还有这一株是篝火，篝火啊，这个三文鱼、克拉、奥普啊，奥普只剩下两盆了，我还要，补充奥普，被我老公的同学拿走了啊，拿走很多。哇，太漂亮了！紫的，给你看一下紫的，紫的出弹心了。彻底出伤心了啊，子乐，子乐知道吗？子乐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啊，在哪里？好呀，后面哦，忘记了，没做，后面还没加。嗯，和盘还是？哦，是是是，这一盆啊，最大的还没加。不过这小肉，哇，天哪，小门肉。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好几天没拍大家哈，大家应该知道，这个叫，这忘记了，这个叫红颜蜜语雪螺，冰玉盏，这个叫，天鹅绒，这个也是冰玉，这就忘记了，哇，本来都会记得，好久没拍了又忘记了，所以多了要经常拍啊，我经常拍一下，我这个好像是梦幻女王，这个是比利时玫瑰。比利时玫瑰哈，你看一下，哇，这个三色锦簇呀，是不是果冻色了？这个是月亮石双头的，月亮石双头的，哇，太美了！这边再水浇一下哈，非常的美。嗯，我都给它，因为小苗啊，盆子比较小，风也大，楼顶呀，因为下面的还要，我觉得还有十几天都是。干燥的天气呀、啊，没有下雨。嗯，哇，没了没了。看一下三色堇的叶片，一整圈都是果冻色了，橙色了。还有这株啊，这株香奈儿，好久也没拍它了哈。香奈儿这株是侧影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侧影中间就是弹性很漂亮啊，非常的漂亮。今天就是要给它浇土水啊。前几天的那种浇水就是蜻蜓点水不行啊，这边这些、啊、白菊需要大水啊，我这些要另外的放在一个地方。哇，今天的多肉漂亮了哈，杨贵妃哪一个胖胖的杨贵妃，给大家特写一下给大家特写一下，肉全身都是肉。
什么鹿，大鹏的，啊，什么鹿，饺子皮。看一下小白方，朋友送的啊，都带出状态了，太美了。冬龙系列的，哇，这几株，这个应该是啊，那个广寒宫啊，冬龙系列的红冬云，这株是红冬云，这个是粉 TP， 我现在又种了这株哈，这株是粉 TP， 这个是小蓝衣，这个是口红。那我老公说的草啊，小球玫瑰草，乌木，你看。宽叶乌木啊，哇，漂亮漂亮啊，真的是涂口红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株应该是3、4头、5头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我还不知道啊。总之都很像，朱砂痣漂亮吧？哇，为什么说有的人说朱砂痣养不出状态来？嗯，美了美了哈，真的美了。现在浇到大棚了啊！我前一段时间给它浇水啊，从来没有这样子对着这个盆土浇啊，就是用那个喷雾式的给它浇。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多肉，哇，都变美了啊！这株我自己 DIY 的，哇，也是美死了，美死了，豆腐盆了啊！就是要对着它这个盆土浇，大家看一下，因为里面都很干，我发现只能这样子浇了啊。大家看一下我的哈利沃森，这株哈利沃森漂亮吧，啊，金灰粉兔碧桃高茶，哇，你美死了，嗯，没了吧，这个这叫啥紫乐鲁豫狮子头啊，现在放在下面啊，好像又长多了啊，要把它那个渡出来。这个是胡罗瑞亚纳紫的，哇，你看淡雪，这株淡雪啊，今天要给它多给它一点水啊，我觉得太干了，对它生长不好啊。我可能控水也比较厉害，那这时候的要给它水分，哇，这个大便，小狗大便又被我踩了，哇，这个火气。就是咖啡糖，太牛了，哇，这水浇一下更红了，更艳了，这个要拿下，哇，这奇鲁好像今天被太阳晒一下特别红，早上拍的时候还没这么红，那株奇罗也更红。哦，那巧一啊，跟奇罗，巧一，啊，哇，像今天太阳晒一下，今天可能温度，温差比较大，温差10度啊，哇，婚纱，红绿屋，红绿屋这株，要给它水啊，种起来我都没有给它这么大水浇啊，没浇过这样的大水，五会这两盆都是五会，确实很美啊，怪不得包菜类也很多人养。这乔伊，这个是乔伊，这株，哇，漂亮。这植物，这株是什么？是那个叫什么瓦松，好像瓦松养不好啊，瓦松。可能我水太少了，我觉得，我都没给他们这样的浇水。哇，那个白凤好像也比早上漂亮了，给它一点水啊，对着它浇，大家看一下白凤这一株啊，也在变脸了啊，也在变脸了，再看一下，太美了啊，你多肉啊，你种碗，你会找米的，会找米的，真的，它的那一种美丽啊，
是其他花所无法比拟的，我觉得。大学，你看，就像一幅画一样，真的像一幅画，啊，真的，真的像一幅画一样。可惜这时候没有夕阳了哈、啊，如果有夕阳，他们会更加的美丽。哇，我感觉今天的多肉变颜色了啊，变得大变大变脸了，漂亮，太漂亮了。哇，这乔伊像一个新嫁娘一样，新娘一样哈、啊，穿着红色的嫁衣呀、啊。你看一下这一株，也是三头乔伊，35块钱的啊，可以买的啊。大家看一下，啊，终于交往了啊。我们要给这些多肉充足的水分，因为这时候湖州天气非常的干燥啊。好，今天又给大家展示了我楼顶的多肉的壮观的景象啊。好。今天的视频啊，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